你先坐。我嘛唔知啊，你拄只人拢好好啊，用用就变甲安尼。紧，你去好车。可能是吼，你用遐尔久拢袂拍开，你动作较紧个啦。我已经用遐偌手都疼啊，你毋要阁催啊。啊啊啊！总算会许自愿活动啊！ 你要无闲，敢会当会甲无闲？你先甲我偷开啊！啊！我甲你斗相共，会用个。啊，不过你爱带我一个条件。哈？你是怎安尼做？安怎啊？你无爱哦？那我就莫勉强你啊。啊，不过你爱家己想办法就走啊。 爱你！啊！救命！救命！你是安怎？我嘛唔知啊，你拄只人拢好好啊，用用就变甲安尼，你去火车啊！你到底伫咧丢毒啥？你嘛知影？ 伊甲我是杜城的上吊的筹码，伊若是杀得两块，杜城的绝对袂放你出来。你若是烦恼，叫救护车会送到咱的位置。那呢，你即阵嘛要送伊去病院啊，是保掉伊的性命较重要啦。我若是出来厝去，我警察看到，是要安怎？你会用什么毯啊，还是什么物件，把伊的面盖起来啊？我先来去开车，车顶有瓦头，你莫甲我躲走。 我昨天没这么久嘞，成功啊！安怎？果然是好。咱这成功一半尔，赶紧去准备啦。问你，今日下午出代志啊？为着你甲人送去病了，马上交汇报。会记的，较低调的，啊？ 何小平，你又该变相一棒了。那是你，你咪想我送去病院啊？你到病院后未？真歹势，我今麦阁有代志，所以病院我就无去啊。是你，何小平，你竟然敢戏弄我？杜承恩。 我绝对无可能让你安尼陷害我，我一定会使尽我的原谅，拆破你这个真正凶手的真面目。